在我知道你最担心的应该是在这里。我现在最担心是，那我帮你按按看。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现在还是要郑重跟你讲。有因必有果。对，好了。啊，你现在也知道那个是因，啊，你要解决果又不避开恶因，那谁也没你带。站在我的立场，如果你不戒就不要来。没有用啊，几次你的槟榔，我还每天帮你服务。那原始点最强调的就是，我不怕，但我要知道你的因是什么，一定要把因改变。那因改变第一步就是断恶缘，这样就痛了。哦，那你是在深层，这个呢？会哦，这里会的哈、哦，从这一点。你这里也有硬结肿块，就是这一颗嘛。对啊，那周围难怪会痛。对对对。这里痛不痛？上面。对啊，就是这里嘛。我刚刚按的这里。对，这个是痛点，没有错。有人将你帮他做。哦，了解了解。那这样都对，那等于志工都有帮你找出来。另外一边我看看，痛在手举起来，我就知道。哦，这里好。那你肿瘤难怪这么痛，这个是患处，那你周围都有痛点，很明显。我告诉你，你这一边哦，比这一边严重，因为你这里都是痛点，下面，它这里只有在上面，哦，有一点硬块，所以周围有一点痛，但是你这里痛更严重，所以这就是你肿瘤的地方，哦，这里痛点都要解决，这样会不会松一点？比较松了哈。那现在这样来看，两个礼拜，应该速度还蛮快。你差不多多久来一次？两个礼拜。那其他时间呢？你自己按。我自己按。你肝很痛，你怎么按？哦。那我认为他还蛮有意志力，因为怎么样？理由很简单，因为一般人哦有一个特点，痛哦自己按到痛都下不了手，啊你痛了你还敢下手？嗯，跟他弄着顶住啊，啊他顶住了就好。哦，还蛮用力呢，啊这样痛你还能承受，你还继续挖？他现在那这个这样的意志力还是比较少数。以我大部分见到就是，只要碰到痛，自己都收手，很少人痛了，他就像他说的，还继续吧，你持久，一直按。那这个我只能说，他两个礼拜来一次，有他的本事。一个礼拜来一次。一个礼拜来一次，这是对的。他等于他的痛点，如果他都有比较好，那我就可以确定他的癌。已经正在好转，因为要处理癌，它的因就是痛，有癌，就是它已经凝结在那里，它一定要把它按推开。那最明显的就是痛，因为痛起来，那个神经也在传导，血液也在传导，还有五脏六腑，要不然你怎么会有痛？还有五脏六腑，还有旁边后面还有一个热人在推动。所以它整体的局部在动起来，然后它痛又敢持久，所以它等于循环就加强，所以它修复体伤就会加速，然后它又有涂姜的力，我看它这里都有，所以等于又一方面敢对自己下毒手，然后二方面它又有补充热源，然后后援部队源源不断，那现在这里痛点有比较好。但又找到下面有痛点，这些还是要解决，因为食道癌这里你下来这里有痛点，不解决以后还是会，这里还是会有肿瘤出现。我下面跟槟榔工作，都戒了，那戒了，戒了，还有点痛点。好，我相信你。我跟他一个看一下啊，30年哦，那应该给他一个点赞。这一点最痛，食道那边
对，这个是食道节旁边，这里而且有一条筋，只要一拨它就痛，对不对？这一条筋，它确实这里有一条筋，它一拨它就很痛。这里是，对不对？所以你头一定要这样，我才容易按出来。所以它的痛还不止下面，这里，然后整排下来都在痛。所以再找哈，一定要把它拉开，不要让它的脸凹进来，这样找不到。这样容易找。啊，这个是食道癌，我称它为硬汉，因为很少有这样的患者。因为他，我第一次找他，因为嚼槟榔已经吃槟榔30年了，然后好像烟也抽，槟榔也嚼，哦，所以我说你种下这么长的恶因，当然长出果也不用怀疑。那问题重点就是整个脸部脸颊，我帮他找。都有痛点，耳后也有痛点，脸颊也有痛点，比那个舌癌还要严重，感觉上来那个痛点太大片了。然后我帮他找出来之后，就叫他哦，这里要加强。哎，结果他真的听进去，然后我还告诉补充他一句，我说你有没有还在抽吃槟榔？他说有啊，偶尔啦，现在已经很少。我最后给他一句话，我说如果你还在吃就不要来了。我那时候是当面跟他讲的。哦，那所以刚刚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还是问他，我说你槟榔还在吃吗？他说没有，我30年的槟榔已经戒掉了。哦，那我听了也蛮欣慰，所以叫志工给他一个赞。哦，因为他还是蛮在乎他的生命。那他又敢，就是在没有人帮忙，他自己敢拿着一个工具，就开始针对他的痛点大力的按，想到就按。所以第二次来，我摸他那些痛点，真的好很多。你看癌症怎么可能好那么快？敢拼啊！这个患者意志力非常强的，所以我称他为硬汉。哦，他说到做到，哦，说槟榔不抽，真的立刻改掉，然后这些痛点他也自己做，所以我接下来就再把食道的，哦，刚刚大家也看到，食道那个按下去非常痛，他刚好在我们的喉结旁边，哦，两侧都一样，都有一条筋，你们以后去帮患者找找看，用食指拨一拨就可以拨出来。那如果有痛点拨起来非常痛的，所以他两边都已经，我认为都已经很严重了，啊，那拨喉结这个食道癌，这个拨喉结以后淋巴癌都可以这样找法，但是记得那个头记得方向要注意，就是要把它搬到另外一侧，把整个拉开，拉开你就好拨，不要凹着你进来你就不好拨，啊，所以这些你们看我那个拇指法，我这样顶进去他就痛到不行，但我相信他下一次来肯定会改善。为什么？因为他很拼的，他拿着工具他就敢开始按了，他只要知道我们只要帮他找出痛点，他就敢对自己下手。不过这样的患者还是毕竟属少数啦，因为一般大家按到痛就自然收手了。我很少看到像他这么勇敢，所以我对他后世我看得非常乐观，我认为他的情况一定会越来越好。好，我这个就补充到这里。自己按的哈，我称为硬按，他硬碰硬的，那个很痛啊！我看他自己拿着工具就这样啃食下去了。因为找到新的，现在是这里，稍等，我再帮你看看。你检查是食道癌嘛？那，啊，食道如果串下来，这里都有可能，所以我顶多到这里。
然后它也可能往上窜，那周围的这些痛苦还是要找。那你说这最近找出来是在这里上？哦，那耳后这个是一定要找的啦，那个就是我们的大开关啦，这个是必要的，比我现在找的这些小开关都还要重要，因为它涵盖整个头部啊。那这个没有解决以后问题还蛮多，不是长肿瘤的问题，轻的头痛头晕啦，类似这样，甚至有时候严重会脑中风，老人痴呆都是跟这些有关的。这一点痛吗？对，那三点都痛。这里呢？对，也痛啊。这已经延伸点了，到第四点下来。它的点不只是我们这半指节哦，它连这里都会哦。所以你是指锁骨啊？对。这个也特别痛。那它对过去刚好锁骨啊，所以它两边都在痛啊。痛哪一个地方是痛的？肌肉骨。这个就是痛点，痛点它就是按下去非常痛，它这个就是整个循环就会变不好，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症状。只要找出来就立刻解。这个食道癌其实蛮精彩的。这个癌它是吃槟榔，吃30年了，嚼槟榔，然后烟也不离手。所以我说他30年种下的这些恶因，今天长出这样的恶果也不会是意外，他也能坦然接受了。不过。那时候来基金会的时候，我问他：“那你还吃槟榔吗？”他说：“还吃啊。”哈，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如果你再吃，下次就不要来了，因为推的要死要活，你回去还吃槟榔，那以后怎么办？肯定好不了。”然后他回去之后，当下就做了决定，就是槟榔还有烟，就立刻戒掉。那我还是有一点不大相信啦，就是30年了，说的容易，真的做起来可能很难哦。所以他来总共有3次吧，那我再问他，你真的没有吗？他说我戒了，第二次来就跟我说他戒了，第一次他是带他的孩子来，那第二次他自己来。那他说戒了，那这一次第三次他带他老婆来，然后我又问他老婆，他现在有在吃槟榔吗？有在抽烟？他说真的没有了，就是从第一次来之后，所以也可以看出他对他的生命很在意，也很珍惜。那这样的人就第一个得救了，因为他听话。再来让我佩服的就是这一个患者竟然不靠其他人，我把他的痛点找出来，脸部的刚开始脸部的很多都找，那这些痛点这些小开关他就拿一个工具自己有空没空就顶着，一天不知道按多久我都不知道，他说只要有时间他就一直按。那大家看得到他体力好不好？很好啊，所以他体力好，他这样一直按肯定有效，就是先把体伤解决了。即便热源，当然他也有用热源，我认为光从按推体伤把这些痛点解开，他肿瘤一定就会消了。有时候甚至还热源还没有很充分的时候，经由他这样长时间的这样按，然后他跟我讲第二次来他就跟我讲那个脸部的痛点已经减轻很多了，所以我确定他的食道癌已经那个癌应该起码应该都会消，甚至已经控制了。然后再继续找他的痛点，大家也看到他耳后那个痛点不止我们说的半根指头哦，那下来半根指头下沿那个是软软的哦，整个软软的都在痛，所以整条都在痛，这是第一，这一次发就是把这些延伸点也都把它找出来之后，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有时候癌的时候像这种食道癌啊、淋巴癌啊这一类的，半根指头长，甚至有时候还是要找下来，
看看还有没有痛点，他竟然整条都痛点，也就是几乎那个痛点就一根食指长了，哦，也不是半根食指长，这个是蛮特殊的，那也容易看得到嘛，因为刚好下来他食道嘛，然后喉结旁边，哦，早期我帮他按也有一些痛点，然后他只要我找出来的痛点，他自己拿着工具回去就真干。然后他，我也发现哦，这几次哦，他来复诊的时候，来看看我的时候哈，他都会静静的坐在底下，然后看我在做其他癌。然后他，我就清楚他是真的吸收进去了，他听进话了，他也知道应该要怎么办。所以我对你看哦，这一个患者，如果我不说他食道癌，你们绝对看不出来，而且他好的速度之快，所以从我一个差不多现在我去基金会也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一个半月左右吧，那你们看哦，这些患者从第一次到现在也差不多一个多月，很多都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这一个改善更快，那他痛点的消失哦，不靠别人，靠自己，竟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所以我称他为硬汉，因为他拿着那个工具很硬，然后他下定决心要把痛点解决，自己硬碰硬，所以然后靠的就是意志力，然后说槟榔香烟断就断，30年了，说断就断，哦，所以有这样的魄力跟决心，然后能够这样独立。我觉得他的病根本难不了他，何况癌肿瘤，老实讲就是一个衰老败坏的状态嘛。那痛点找出来就容易修复了。好，这一个也应该是蛮精彩的案例啊。好，我就介绍到这里。你开始改变一下，就是随时将粉当作你的一些顶嘴。那顶嘴就是想到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多，我就含一口，小口含在嘴巴，然后让它含久一点，然后慢慢融化再进去。这里含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吐出热，然后吞出的作用。然后因为我知道你比较好的习惯就是你敢自己去含，对吧？这一点你是做得比较好。那但是有几个点我怕你按得不到，我等一下帮你查查看，因为会吞咽困难应该是周围应该还有痛一点点，这个你按得到的好像都比较好，所以你还不错，所以这个就是不是开始痛了，对不对？因为有果必有因了，这里应该是你按推不到的引起，这里是痛，这一点最痛，对不对？你现在再吞口水看看，觉得应该是比较好了，对不对？一般因为他前面自己按得到，而且我相信他灌注自己会处理得很好，但是他这里会影响到吞咽，这里真不下咽，但是我发现这里应该是他的罩，因为这里要按到比较难，了解我的意思吗？尤其在后面你很难死地，所以我说只要有这些症，不是在小开关出问题，就是在大开关出问题，那你这个是大开关。这个食道癌我说他也恢复的还蛮不错，但是他其中有一个症也是困扰他，他蛮担心是不是癌肿瘤太大，所以让他吞咽困难，那当然这一般人得癌都会这样想，那我们吞咽困难应该还是症的不适，所以我觉得应该从体相下手，把痛点找出来应该就可以解决。那他真正的痛点两侧的枕骨下缘第一点都非常痛，那而且他的痛点恰恰都在深层，表层你是揉不到的，那揉进去他就感觉很痛了。
哦，所以这个就是我说平常如果功力不大好，你即便揉对了也未必能解症，因为他这一个患者也是在深层。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放过几个之后，所以我越来越就是觉得手法再重新要求是有必要的。大家看起来样子都差不多，但有时候患者就会跟你讲，哎，这个人揉了有解症，这个人揉了好像位置都对但就不能解症。所以这些基本功还是要特别注意。好，这个就补充到这里。因为他我揉完他说好两天，就是吞咽就比较，我第一个要证实你，其实你那个食道不会吞咽困难，因为如果会吞咽困难我揉深层还不可能有变化，但你可以好两天，那代表他这里分解不起。那为什么第三天又开始慢慢分回来，你自己有在按，我也知道你对自己下得了，但问题这里刚好姿势的问题，不是姿势的问题，因为它整乳腺自己这里很难顶的。上次你是说吞咽困难吗？这一点是不是？那个要揉深了。这一般早法如果吞咽前面的早法。就是在喉结旁边呐、一般很容易找到。你是不是这样找？那这样就对。这里是不是痛？那这个可以，你因为你比较敢下手，你可以试试看啊、他们找出来，你还是把它按一下。那这边是什么？是患处，就是怕肿瘤了。患处，患处是解决肿瘤，也就是。解决肿瘤，因为患处体相，肿瘤都属患处体相，那症多属他处体相，所以我按背这里整骨下来是解决他吞咽困难。然后很多癌症的人会误会啊，我吞咽困难就是肿瘤压迫，也不是，它是由体相引起。肿瘤的部分我们就直接在周围找痛点，就是怕它，因为它食道癌嘛。整个下来到这里都可能，它也在这里，它长在这里，所以这个就是解决它肿瘤，也就是它长在这里，刚好我们就在患处。那患处一般只要肿瘤，一定可以找到患处的痛，一定，这个是我们的原理。所以这里是解决肿瘤，那这里是解决你吞咽困难，那这里不会让你吞咽困难。他的吞咽困难是来自于这，但解决这里，你的肿瘤不会消，因为它是患处，所以要让它消，还要从这里下手。好，这里重点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个食道癌其实恢复的还蛮不错的，这样差不多一个月来，它蛮稳定的。然后它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吞咽困难。那一般吞咽困难食道癌他以为就是癌压迫，西医也会这样讲。那我刚刚就讲出一个重点，我说如果吞咽应该就是大开关没有按开啦。最后我是在他的枕骨两侧都找到非常痛的点，然后按完他那个吞咽就能缓解了。那至于我跟他讲的就是喉结旁边如果有痛点，那个患处痛点对他的癌会有帮助的。我是所有的表达大概重点在这里。那当然了，这里还牵扯到吞咽困难，最后还要回到我们基本功，也就按推那个用手肘按推枕骨下来。但他因为很深层我认为他自己按不进去啦。不要说他按不进去，他这样深层的，我相信很多志工如果手法不是很到位的话，也未必能揉到那么深层。所以解决症啊，这个基本功还蛮重要的。好，这个我就补充到这里。感觉怎么样？这个礼拜，
它这里痒痒，皮肤痒，来大家看一下，过这里。那他说上个礼拜按这里皮肤会过敏，那这里好过敏，这里跟按有没有关系啊？没有了，这个绝对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先说明啊，这个很明显，我看还有好像水泡这样，好像有感染到，而且一片，不是，也就是，以前是不是说怎么按到这里？一些毒气啊，没有，这个又变果真果，这个在原始点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按这里也不可能造成一片的红色的那个感染，它应该这个是有感染，就是怎么感染我不知道，一定有遇到恶缘，就比如说脏东西或者这个反而容易。对，我那感染怎么处理呢？这里很容易处理，我问你会不会痒？不会痒，你就擦那个什么姜粉泥啊，涂一涂，然后把它搓干了，这个很快就会好，不要去抓。那这个皮肤最怕的就是寒凉，它一定是要热，它热温敷的时候，它整个荨麻变了，它修不就快。其实它那个还是痰，那痰多还是一句话，体香跟热的不足，没有其他的，所以。除了体香要揉开，这里可能还要加强热，然后还有一点，我开始在担心你的饮食，因为胃痰多哈，一般饮食可能都吃到寒凉。如果我没有猜错，我是这样判断，你平常都吃些，这里好像没有写你吃什么。我是没有在吃什么药物什么。你吃三餐是怎么吃的？外面买的。对啊。但是那些汤汤水水哦，是外面比较油腻。要注意哦。那个我认为外面那个油腻哦，其实癌症哦，我都觉得哦，尽量人不吃外面吃。我以前早期哦吃素哦，也是吃外面，吃到感觉哦体力都变差，因为外面那个素食有时候也是煮的怎么样？很油腻，所以哈、哦、很油腻哈、哦，然后他现在有痰，表示他体会得癌，就是很明显嘛，寒嘛，寒一定是跑不了，然后再加上再有体伤，那、啊、其实你现在这个痰跟你得肿，其实道理是一模一样，只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跟饮食也有多少关系？在自己，因为外面可能东西多，比较油腻，那他也不可能帮你加辣椒、胡椒、花椒。一般他们适应一般大众口味，他不可能帮你加强热。那如果在自己家是可以再加强。你看有什么？因为他老实讲，因为他现在槟榔也不吃嘛，烟也不抽嘛，然后他会去想什么来取代他。那取代的如果转型的嘛，就没有问题。那如果又用寒的来取代，那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明症。那利茶即寒，它茶有分哦，利茶、红茶，红茶是熟茶偏凉，然后利茶是属寒。那你痰多就是寒，所以比吃水果都还要严重。这个食道癌，我补充一下哈，他就是上次他说吞咽嘛，他吞咽有一点困难，他也担心，因为食道癌是不是又复发堵住了？我说都不是，所以帮他整骨下炎按推完，他就改善。但是他说最近又痰很多，我就在怀疑他吃是不是吃出问题了啊？他有跟我讲。他吃荤的嘛，去外面都吃什么？什么鱼羹面啦，哈，汤汤水水的哈、啊，我是感觉听他讲都蛮油腻的。然后再来问到最后，他终于承认，我说那你平常喝什么？他说喝绿茶，就是市面上很多
罐装的那些绿茶，哇，那这个绿茶是蛮寒的，难怪会痰多。你喝水都不行了，何况喝这些甜的，还有绿茶这些饮料，那这个更会加重。所以我一听他这样讲，我一直怀疑他在饮食上出问题。如果你按推又有热源，照理这里不应该生痰的那最后确定他应该是食物吃出问题。所以在重病处理我说我们看我们重病处理那几项通通非常重要。有时候你犯了哪一项，很多症状是不能改善甚至还会多出一些症状来。我说他痰多，我就第一个我反应一定是吃出问题。上个礼拜他有说喝绿茶嘛，你现在还有没有痰？是不是你来的？可是我想一想，好像是油吃太多了。有，也就是寒的吃太多才会油腻。上次也有问了，他油腻也是一项。羊肉还好。我认为肉还好，但是最主要是肉里面都有难免有油，那如果又油又加多的话，那就不是，这个要注意。然后再来饮料是外面的饮料全部要戒，然后我还建议开始学着吃姜粉，会长肿瘤本身就是好，然后又有白痰出来，那就更可以确定。那肿瘤要消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开关要找出来，第二个热源要进去。如果他没有用热源，然后又给他太多寒凉，那这个有时候推很费劲，还不一定会好。因为肿瘤这种东西就它还是因为极寒嘛，它还会分回来，所以饮食非常重要。所以我才说自己煮是最好，那不得已一定要尽量看到油的油腻的就不要煮，但是一般外面好像煮的都蛮油腻的尤其吃荤的。我以前吃素也是，吃素我去自助餐吃到最后，我发现有一体重突然间增胖，人很不舒服的，就是这个他也是有一点吞咽，他一般像食道癌吞咽困难，他们都以为是肿瘤压迫了，但我一再跟他确认，他真正的问题是在枕骨下缘，所以每一次按完他枕骨下缘之后，他的吞咽就可以正常。那问题就是他这个人很敢自己按，但问题枕骨下缘他按不大到，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只能叫他有空就来基金会，因为这个枕骨确实自己不好按所以我们一般如果学延迟点的人都知道果不生果嘛，食道癌怎么会生出一个吞咽困难。那像刚刚那个血癌他会呛到，他最主要还是枕骨下缘，我帮他按也是枕骨下缘有问题那枕骨下缘还有上背部有问题，所以他血癌那个才会手麻嘛。那这个食道癌也是类似，所以经过这几次我跟他讲，他们心态都会比较好了，因为只要知道这个跟癌无关，只是一个症那他们就会心安。那这个确实枕骨下缘如果有家人学然后帮他按效果会更好，因为他们有时候一个礼拜才来一次嘛，没有家属帮忙有时候还有一点困难。好，我就补充到这里。